我居然网恋到了我兄弟的女儿。阿门，哎，我先买点菜，咱哥俩好好喝点。你这样，咱改天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行不？哎，你怎么不给我面子呢？那行行吧，行。我该怎么面对他呢？南叔，喝水呀。哎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跟你爸认识？哎，我发誓啊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当时我还吓一跳呢。我看，咱俩还是算了，不太好。怎么的？又不是你说一直要在一起的时候呢。哎，什么在一起呀？妹，那个大侄女说那个什么，那个说咱俩能不能一直好下去，一直在一起，这个意思。那怎么办？赶紧吃饭吧，饭都蒸好了。走吧，南叔，吃饭吧。行。差点露馅了。哎，你说你老大不小了，你在找对象呢？是。你看我闺女都这么大。哎，咱家旁边邻居有姑娘，不用你介绍一下？爸，那我南叔有对象。是吧，南叔？对，有了。有对象，你怎么不给我介绍看看呢呀？那个改天，改天。哎，爸，我南叔对象你也认识，跟你关系还特别好。他不会要摊牌了吧？